就是我们今天现场大家都最喜欢的这个潮流服饰品牌，我们的 KISS 的，来自我们的 KISS 品牌经理，我们的于继珍于经理，欢迎。是的，请我们的于经理来代为宣布的是我们这个部分的人气队伍的得主。是，好的，经理，如果你准备好的话，就请自便，直接来吧。OK， 得奖的是 The Mixing。恭喜 The Missing！ 那请我们 The Missing 请上台，而且的话，我们到现在还要进行颁奖拍照的动作。哇，于经理不得不说，你们家的衣服真的好看啊！对，真的，我们三个站在台上，哇，这个根本光打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个 spotlight。走在路上就是十八烂，这个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啊。对，不好意思，跟我们经理就穿一个情侣装的啊。没错，小电灯泡来这里干嘛呢？对，好了，再一次欢迎我们的 Missing。好，这边呢有请我们的经理，让我们呢一起跟我们的选手们拍张照。好的，那我们，好，我们就这个位置好了。是是是，好。好的，让我们呢一起看向前方的摄影师，来，我们挥挥手。是我们底下这颗光风镜头，先看底下，好不好？来，好，三、二、一。好的，谢谢。恭喜我们选上篮球，恭喜我们的 Mixing。然后这边呢，我们也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经理。是的，再次感谢我们的于经理，谢谢，辛苦了于经理。好的。来自我们的新北方街头，我们的国际街舞大赛，来自我们排舞赛事的第十，总共只有十二组的晋级队伍。是的，是，也是一样念到了，请马上手刀冲上来了。好，要我念一个，念一个好了。好，我先，我先。OK， 恭喜我们第一组，水煮蛋二点零。恭喜水煮蛋二点零，水煮蛋二点零，你们在现场吗？可以给我一点尖叫声吗？水煮蛋二点零，你们在哪里？还是你们蛋还没有孵出来？他们说在这边，但是我的旁边只有荣毅老师。好，因为荣毅老师的皮肤看起来很像水煮蛋一样啊，对，吹弹可破啊。好的，没关系，恭喜我们水煮蛋二点零，恭喜。好，终于从屁王哥身上学到怎么生存了。啊，对对对，啊，我求生意志是，来，我们继续念下去。哦，接下来这一组刚刚也是我介绍的，那我们恭喜第二个晋级的是我们的GGMOS， 恭喜来自重庆的那群迷路们，我们的 GGMOS， 恭喜晋级！是，我们的 GGMOS 迷路，千万不要迷路，赶快上来了。他开心到用比麦咖还那么开心哦。对，不要趁机怎么升级签了我们帝王老师的血呢 ？Me too， 哦，大家有看到 ？Me too， 有看到的，好，赶快。我们呢，一起看向前方的摄影师啊！我们穿着黑衣服的这位美女，来准备，三、二、一，好，谢谢你们。好的，先我们先台下稍等一下，最后还有属于我们晋级队伍的大合照呢。好的，接下来呢，换我们的屁王老师了，对吧？是的，在我们的追随慕斯之后呢，接下来也是要恭喜我们这个队伍，没错，就是我在另外一个有台的节目当中也看到他们的精彩表现，他们真的很猛的，请让我们欢迎威风小姐。对，我忘记还有鼓声。对对对对对，威猛小姐在吗？来自于台中的威猛小姐，你们在哪里？在那里。Yes， 辛苦了，威猛小姐，恭喜你们，恭喜我们的威猛小姐，让我们上台呢，一起跟我们排到颁发奖项，恭喜你们。是的啊，来自于台中的威猛小姐，以他们的威力武功，直接征服了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环如其名，跳的真的是非常的威，跳的也是威劲啊！恭喜我们的威猛小姐啊，恭喜！真的是又威又猛。好的，恭喜你们呢，成功晋级我们的决赛，入围我们的决赛。然后我们当然呢，也是决赛呢，不见不散，我们稍微再往前一点点吗？好 ，OK。然后我们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来准备三。二一，
好的，谢谢，恭喜我们的威猛小姐继续威猛下去啊！那我们牌子呢，先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恭喜你们入围，当然也是一样，台边稍后一下下了啊。是的，是的，威猛小姐不要走远，我们在台边稍等一下啊。好，接下来呢，下一组刚刚哇有念过他们的名字，但是来哟，哎，你们在叫什么？刚刚我七十七组我们都念过啊，是我们念过很多名字，我们从早念到晚了哦。该不会是 Freedom Soul 吧？恭喜 Lamisi！ 恭喜 Lamisi 的孩子们，恭喜 Lamisi！ 恭喜们成功入围我们的决赛。是啊，恭喜我们那群来自森林的小精灵们，你真的太开心了。还是他们中间那个图，我们可以用 P 的，可以用两次。好，我们这个 center 要找好啊，不然老师回家会生气啊。来看一下我们中间摄影师，来准备哦，三、二、一。好的，谢谢，恭喜我们的 Missy， 谢谢。妹妹们，我们到旁边稍等一下，海边稍后一下。对对对，他们真的很chill哎，都穿拖鞋了，感觉好像刚刚才从海边。没有，我跟你讲，基本上舞者就是这样嘛。我们只要跳完舞了，这个鞋子包一整天，脚真的是会不舒服。流汗一下，对对对，必须把这个能量释放出来一下。Jack Jack Yes Sir， 下一组，请接下来，没错，让我们恭喜。字母 TFC， 来自南强工商的同学们，恭喜！恭喜 TFC。好的 ，TFC 啊，在那边，在那边，赶快下来，辛苦你们喽！是的，非常感谢来自南强工商的这群同学们，也是一样，让我们评审老师印象深刻，也请明天的决赛也要继续的加油下去喽！大家不要气馁，还有将近一半以上的组别啊！对对对对，没有那么快就结束了，没那么快的，没那么快。好 ，TMP， 我们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我们呢来集中一点，集中一点，集合集合，当你们的 center 整个大偏右，对对对对对，好好来中间，好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摄影师，准备，三二一，恭喜我们 TFC 晋级，我们青少年组排位赛决赛入围，恭喜你们，谢谢。强，哎，辛苦了，自立不强啊！好，来来来来，我们下一组紧接着来了 ，TFC 之后呢，这一组呢，刚刚这个暴动声啊，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哈。我基本上呢，他们走到哪，我每一次看到他们的表演就是这么精彩。好像有七种颜色围绕在身边，是，甚至是还有组别看到嘴巴有这个围开。那么关于也恭喜。HRC Biscuit Rainbow， Rainbow， 来自彩虹队伍 Rainbow。好了 ，HRC 的 Rainbow 在哪里 ？Rainbow 重生，他们重生了，是重生，对，从彩虹重生了。然后那个 HRC 来了 ，Rainbow， 他们喜欢从这个不同方向上来啊。调皮，好，没关系，辛苦，是不是要扫啊？对，我就想了，怎么可以扫了你呢？来来来来来，我们一起，你们的 center 为什么每次在拍照的时候都会偏一边呢？好 ，OK OK， 完美。来，我们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准备，三、二、一，恭喜 HRC Beast Crew Reborn， 恭喜你们浴火重生。没错，明天呢、再接再厉，再来一次吧 ，Reborn 的时刻到了。很快的，我们已经来到我们中间的部分啦。紧接下来，恭喜来自我们青少年排舞组进入到决赛的这个队伍是，恭喜我们的 Frommy。印象没错的话，所以刚刚那一群就是国中生嘛，对不对？是，没错，一群国中生。哇 ，Frommy，Here we go，Here we go，Here we go。开心吗？开心吗？我们往后一点点。辛苦了，辛苦。哎呀，你弄掉我！哎，这应该是你们现在国中，哎，叫你们往后一点。这次是中间的，开心的。
笑不行了，不是啊，再往我这边一点点。国中生嘛，正在叛逆的年纪啊。对，然后我们牌子可以，或者是你要撞颠倒，我们就撞中间，好不好？好，他舍不得放掉，结果你现在国几啊？国二跟国三，国二哦，哇，最恐怖的年纪中二哎，对，中二就是国二啊，这样确实。好，恭喜呢这群年纪轻轻的国三，那我们呢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摄影师哦，来准备，三二一，恭喜 ，Formay， 恭喜你们。哇，还在不可思议。好，慢慢这边的，哎，这边的，哎，两位，你的队友都在这边。对的，明天就要决赛，给我点默契，好不好？真的，国中生现在正叛逆呢。我就说正叛逆啊。对。好的，下一组啊，下一组晋级的队伍。哇，我真的跟他们有点这个名字有点关系嘛？有，同系列的啊。让我们恭喜。Missing Her， 来自我们 Missing 系列当中的我们的姐姐般的存在，没错 Missing 的大学姐，我们的 Missing Her， 恭喜，请上台 Missing Her， Here goes Missing Her。 好了，恭喜我们的 Missing Her 的同学们，你们好感动哦，边哭边跑。终于轮到我们了，过来一点，快一点，好，谢。好，来准备，我们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啊，把眼泪先擦一下，漂漂亮亮的，好不好？来准备，三、二、一，好的，恭喜 Mixing Her！ 哎呦，哭了可爱哟，是。哇，辛苦辛苦，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芭乐，没错，珍珠芭乐不是珍珠，珍珠芭乐。我们来看看屁王老师，你可以让其他的组别多少组别留下珍珠？对，这真的是蛮残忍的，有点难，因为剩下四组，这真的残忍了。哇，好的，马上要宣布我们倒数第四组晋级的队伍，恭喜！用自己编排的舞蹈，女皇评审的眼光的这一组，姐姐，恭喜姐姐。是的，姐姐，因为据我所知，他们这支舞其实是在我们这群同学们这里编的啊，在这边，恭喜我们的姐姐，恭喜姐姐。来，姐姐们，请上台啊。好的，欢迎我们来这一组用舞蹈工作室的姐姐，恭喜你们进入决赛喽！OK， 谢谢。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摄影师，准备摆出最完美的 pose。3, 2, 1，谢谢我们的姐姐，也恭喜你们入围我们的决赛。Yeah， 姐姐辛苦了，也是要我们台边稍后一下下啦，待会也是有属于我们晋级队伍的大合照了。来换我了，换我当一个残忍的人了。没错，倒数第三组了，哇。好的，接下来的下一组，恭喜 ，So Bitch Kid，Yeah，So Bitch Kid， 恭喜我们的这组来自高雄的朋友，恭喜你们顺利晋级明天的决赛了，也恭喜你们台北要再多住一天了，没错，辛苦你们了，辛苦。好的，我们呢？往后一点，我们到这个中间，好 ，OK， 停。不要这么感动，只是进决赛还没有拿到冠军呢、啊。如果冠军的话，你会哭成怎样？我真的不敢想象。好，来看中间镜头。但是哭可以，我们排位站好，谢谢，站好再哭。好了 ，OK， 完美。那我们来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麻烦帮我把那几个哭的脸都拉大一点，谢谢。来，准备，三、二、一。恭喜 So Bitch Kids！ 哎呦，你冷很久了，对不对？你冷很久了。好的，恭喜你们。那我们也到旁边，不要走远哦。我们等一下还要再麻烦你们一些事情了。哇，没有，毕竟这个屁王哥这个氛围是我们制造的。你就是让他知道说只剩下这一两组了，基本上他不哭也难了哈。对，压力山大的。
好了，真的所有的参赛选手们，真的77组进12组，真的太残忍了啊！好，哎，是你还是我？是你啊，是我，是不是？哇，都已经宣布到都不知道轮到谁了。好了，现在我们都不用心了，来到我们倒数第二组，让我们恭喜豆豆爽豆豆奖，恭喜豆豆爽豆豆奖。哇，在后面，在后面，在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观众席的，我们的贵宾席的后面啊。徐乐英子同学，我也要再次的感谢来自于我们动手动脚家族系列的选手们。没错，今天来自于我们动手动脚家族新增的朋友，真的人很多的，谢谢你们大方参与我们今天的赛事，谢谢你们。好的，恭喜我们动动手动动脚。好嘞，书生，替他们出哦，来，哦，可以哦，可以哦，来准备哦，看向前方的摄影师，3、2、1，恭喜，动动手，动动脚，晋级我们的新北棒国际街舞大赛排舞赛，恭喜你们！哇 ，PO 老师，我逼哥呢，他们硬要往那边走，真的是调皮。接下来呢？来，给你，给你，快点，给你当最后一个名额，你宣布来。原来是这个形式啊！是，哎，心机，哎，刚一老师有空吗？应该拖给别人。坏人，对对，坏人我不当啊。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了。有人觉得自己是那最后一组晋级的吗？把你们的名字讲出来好吗？什么？那边是什么？没有，大家累了，他们随便，随便喊的，随便喊。随便聊出去，来。有没有想要得名？有吗？来，大声告诉我，你们是哪一队？他们是 Red City， 我记得他们。对，大声叫出自己的名字吧！冠军最后一组入围的是谁？听不懂，但是恭喜我们今天新北棒街头青年组排舞赛最后一位晋级的队伍是。恭喜 HRC Beast Shadow！ 恭喜 HRC Beast Shadow！ 下东的学生，下东的同学，赶快上来吧！拿出轻一点好了，人人都有份啊，毕竟是大家一起完成的这个阶段性的艰难任务。也是一样，恭喜我们最后一组入围的 HRC Mr. Shadow 跟我们中间的镜头，3、2、1，好，谢谢 Shadow， 不要走，好， Shadow 不要走，但是我这边我们那个Shadow， 先到旁边稍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对，我这边得知了一个消息，大家不要走远呐、啊！这真的是刚刚才知道的消息啊！该不会出尾加码吧？前十秒才知道的啊！是这个，刚刚呢，因为明天我们这个赛事是两天嘛，对不对？是，那因为明天呢、啊，相信这个，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因为距离或者是因为一些活动关系，他们明天没办法参与，所以。哦，又空出名额来了，是不是、啊？没错。哦，那是哪一个团体这么大吗？我们应该高雄或者是台中的 TMC， 他们这个非常可惜，没办法参与。对对对，是是是。好，所以哎，等一下，你不能这样骂声脏话就下去了。什么意思？我们两个要懂啊。所以呢，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名额是。最后一个名额是。好的，这一组呢。恭喜第13组晋级的是，压力好大！恭喜少门，恭喜我们那组可爱的孩子们，少门！哇，真的是他们啊！对，那个前面被那边的小，我说他们刚刚喊得很辛苦，也是他们啊！恭喜你们啊！恭喜我们这群 Lucy 的孩子，哎 ，Lucy 健康操， Lucy, 把健康操跳到极致的孩子们，是希望你们能够永远健健康康的，在我们舞蹈的路上走下去喽。没错，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宣导一下，
新安的新北方，我们这个国际街舞大赛真的是一个大比赛，是，但是比赛真的就是比赛，我们名次呢真的就是现阶段先证明一下现阶段的自己，没错，并不代表说我现在拿到名次我就可以证明未来的我，或者是证明过去的我怎么样，没错没错，甚至是要证明孩子们要拍照了，要给他们拍照，要了要了，来了孩子们准备好了，我们一起看到前方摄影师准备三二一，恭喜寿命呀三，恭喜我们这群可爱的樱桃小丸子们，好的，也请他们请留步，我们这一次邀请所有晋级的队伍，收妹来来来来，收妹来来来，大合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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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晋级的队伍我们一起上台大合照，欢迎。我们呢召集大合照的同时，也跟各位讲一下，明天呢，明天我们一样有我们的 Day Two 新北棒街头的第二天，是第二天呢就会是我们的偏向决赛的部分了。哎呀，没错，所以每一天的啊，明天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是到最后一刻了。没错，所以明天比赛一定非常精彩，大家不要错过。包含的在我们呢看线上直播的各位，明天听说还有赛评啊。哦，是是是。直播的部分也邀请赛评来说，是怕观众看不懂，所以我们有赛评。没错没错。好的，所以呢，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明天我们新北方街头。接下来我们时间就要交给我们在舞台上这些晋级的孩子们啦。是的，也再次提醒我们所有有晋级的队伍，离开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到我们的服务台以及报到处来填写我们的入围奖金资料哦。没错，有入围的朋友来我们这边来来来，我指向地方的小朋友们移动一些到这，对对对，我怕你，我现在这边右边有点太多了，我的右手边有点太多人了。好的 ，OK OK， 完美。然后后面呢，比较小只的朋友，好不好？我们可以往前钻一点，往前钻一点。对对，就是在讲你们两个，对，你们两个完全被遮住了。对对对，好。那个我们的恶魔的脚脚可能要稍微折一下下。好的，谢谢你。好，啊，这边吗？在。这边可以再来一点人吗？啊，来了，说，来过来过来，这边这边，我们去那边嘛，去那边嘛，往你们的右边这里。你们不要假装没看到我在这边，我也是需要有人帮忙补一下空位，这边这边这边帮我补一下。你过来就是我来。我跟你讲，你们两个现在发色最特别了，你们过来绝对是镜头，绝对是你们的，好不好？你看，轻轻松松就被我骗过了。对对对，对好的好的，乖。OK， 看一下我们前方摄影师，这样可以吗，胖哥？好，我们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哦，是我们戴帽子最前面的这一位哦，然后非常专业的摄影师，一张照片绝对值回票价哦。来，准备，三、二、一，好，一张值回票价，让你们两张赚到宝，再一张，三、二、一，好的。那我们等一下，等一下，还有你们的亲朋好友，还有家长，是你们自己找饭吃，看一下你们自己亲友的镜头。我就不帮你们倒数了，你们自己的啊，来来来来，三、二、一，好，还有没有拍到的家长朋友吗？可以帮我举个手，好不好？还有几位，好，持续拿着手机的朋友，我就当你们还没拍完哦，再一张哦，三、二、一。好的，谢谢，感谢我们以上所有晋级排舞赛的青少年们，辛苦他们了。没错，来自本人2024新北方街头国际街舞大赛，我们的初赛到这也完美结束了。当然，我们明天还有我们的总决赛呢。明天呢，我们各项赛事也即将迎来我们最终的决战。没错。同时之间呢，我们重量级的评审团也会带来精彩的示范演出，以及我们四所顶尖的表演艺术科的学校也会带来精彩的合舞。更不要错过来自我们明天的最顶尖的 Lucky 团体 IP 拉克的演出。